那最后一首歌呢，我都会做一个高抛的动作，请问要抛吗？很累哈，那没有接到会不会笑我啊？你每次讲这样，然后你们都，我真的没接到。这样，我跟你讲，今天下午没接到是因为那个太阳太大了。今天没太阳，下午没太阳是风太大。好，我先瞧一下位置，然后每次都是，万一没接到吼，就烂惨。完了，我今天晚上睡不着觉，我还没接到，我就在失眠，我都只睡12小时。对 ，OK 好。超久，你知道吗？希望我接得到。好，等一下最后一首歌呢，我希望大家给我你们最热情的尖叫声，因为是最后一首歌，所以把你们热情尖叫声给拿出来好不好？掌声拿出来好不好？这个体力先留着，我要让那边过马路过来的朋友们，你们一尖叫，对，大家会发现，真的在干嘛？对，知道吗？所以等一下要那个麻烦给我尖叫声，知道吗？上面的朋友，对，树长到我还是看得到你们，知道吗 ？Hello， 拿手机有没有看到？嗨，上面的朋友们，有看到你了。还有在树后面的那位帅哥，你戴眼镜，我看到你 ，OK 吗 ？OK 吗 ？OK， 我听得到你们尖叫声。来，旁边还有，这边也是。嗨，你们好。哎，好，等一下就麻烦就交给你们啊、哦。那个绿灯一出来哈，麻烦就让你们。最后的尖叫声。那在这之前呢，那个粉丝专业 IG 帮我追踪一下。不要漏气了啊！先发声一下好不好？先讲。OK 好。来了啊！最嗨啊！还没 hold住，来了，这个大军就是靠我们的哈，来，好，再见，这首歌你们嗨不嗨啊？